现在最近每一天就是疫情的关系，已经快3个多月了，每一天上班都要戴口罩长达8个小时。老实讲，我自己也是非常的吃不消。不过我觉得每一天，就是我可以感受到我鼻子里面吐出来的空气一直在跟嘴巴循环，非常的不舒服，也造就成我的皮肤虽然看起来好像很 OK， 其实你们只要近看一点点就会状况百出，包含像下巴这边有粉刺，然后脸的两边都会感到不适的过敏。不过在我这么可怕的状况，居然有厂商愿意来找我试用看看，而且他可以落下狠话说，如果没有用，那可以不用拍影片。这一次啊，就是这个美博士的 B 酸专业的抗痘精华来试用，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到底会好用还是不好用。我很羡慕很多，你知道有很多男生的皮肤是感觉没有毛孔的，然后光滑，然后粉刺也都没有，皮肤非常的好，那种状况我真的很羡慕。不过我今天这个号称 YouTube 界的牛耳，我也要来试用看看。开玩笑的啦，我没有牛耳这么厉害，但是我可以好好的来自身体验看看这一次的美博士。首先因为它非常非常的正式，要我试用7天，我也不确定说会不会见效，反正我们就走一瞧嘛，看7天后到底是有什么样子。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现在的就是的状况。首先我们可以先来看看我的皮肤，你看仔细看，其实我皮肤真的没有这么好，而且毛孔非常的粗大，粉刺啊这些你们仔细看到，然后再来看下巴的地方，这边下巴是最常出现最多粉刺的，就是因为戴口罩，整个都看起来，你会感觉空气在那边，脏空气在那边循环，然后久了之后，你之后都会有很多小粉刺在这个上面。厂商告诉我说，这个 B3 是一个温和焕肤的新选择，讲的好像很威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毛孔粗大，这一些全部都可以感觉。我想说，哇靠，有这么威？我不相信，决定要来试试看。哎，有没有觉得怎么忽然换了衣服？是我洗完澡了。那这一个美博士 B3 的那个抗痘精华，它是需要就是你洗完澡之后擦完你的所有保养品，包含像你的化妆水啊、精华液、乳液这些之后才做擦拭的。那当然就是洗完澡之后，我的脸其实蛮干的，就需要来一点保养，先上一些化妆水啊，然后乳液、精华液这些。擦完保养品之后，就是今天的重头戏，这个美博士 Dr. May 的B3 抗痘精华，来尝试看看，这就是今天的主角。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啊？那这个也是一个酸类，我第一次擦酸类的产品，有一点紧张。哎，这个味道是舒服的，很像我平常会擦的精油，然后滴个4滴左右啊，放在手上是立刻变很温暖的那个感觉。它在你就是想要加强的地方，我看说这两左右两边脸颊，然后还有下巴的地方。做一个加强的部分，其实没有刺痛的感觉，就是温暖。然后重点是因为它的味道很舒服，就是会让人家很放松。然后重点是你看擦完之后，脸是没有红肿过敏的一个状况。有没有看到？今天是第一天，那我们明天继续测试吧。第二天一样。那平常你们基本上都会用哪些来做保养品呢？会使用哪些牌子？其实你们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分享一下。它里面有的配方，那其中比如说像是 B3 的部分，它可以调理皮肤上的油脂。那维他命 E 可以修复你的皮肤。那就像我前面讲的，它有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会冒一些小痘痘，可是好像过一阵子其实就 OK 了，然后皮肤越变越好。这边有没有看到？冒了一颗。那今天还只是第二天而已。我们就持续的试用7天，第三天，今天除了第三天以外，我们要来偷偷的使用一些秘密武器。这个是他们另外一个美博士的两个专业级的安瓶面膜，那一个是保湿，一个是修护，我都想用哎，怎么办？它是号称可以非常服帖的一个面膜，我就来试试看，来试试看。那它这个是用倍长炭的黑面膜。看起来蛮厉害的啦，我有一种一秒到泰国的感觉，它的味道很清爽，哎，我喜欢，它的味道好舒服哦。你有没有看到？
它真的是可以完全服帖，而且老实讲，我的脸非常的大，它几乎可以盖满，我觉得真的很完美。哎，这个可以。你会发现，你看盖完之后，它真的超服帖的，一点皱褶都没有，完全服服帖帖在我脸上，哎，超扯的。见证奇迹的时候，它的那个味道一直都在，我觉得很舒服。然后，我觉得超有光泽的，整个脸我觉得很亮，然后不是有那种疲惫的感觉，亮的，真的。而且我觉得大安瓶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就是你撕下来，它是不黏腻的。快速吸收，然后不黏腻，我觉得是男生非常需要的。而且，哎靠，摸完皮肤不得了，真的超嫩的。第六天，其实已经第五天，因为待在晚了，所以没有，只有晚上擦了之后，我就没有拍影片了。那今天是第六天，那今天是早上的时间，我们刚睡醒，然后为什么会发现好像产品有点不太一样，是因为昨天韦德生日，所以我们来到了饭店。那这边。白天的部分 B 3 Dr. May 的美博士 B 3也是可以去做擦拭的，不过你擦拭完的话，记得要做好防晒就 OK 喽。通常我的用量啊都是大概3-4滴，然后在你局部你觉得需要加强的地方，去做一个涂抹。像我就觉得我下巴这里粉刺他妈刺很多，然后左右两侧就是颗粒感。而且我真心觉得，我戴到第三天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感受到的是我的皮肤摸起来超不溜的，真的是很惊人。就是我突然就有一天第三天的时候，我在洗澡的时候，我就在洗我脸，就哎，超滑，就这样，哎呦，就滑掉了。最有感的就是那个颗粒感，就这样不见了，就蛮扯。嗨，第八天的早上。我其实很迫不及待可以拍这个结尾，原因是因为在这个礼拜七天的时间使用了那个 B 3的专业抗痘精华，整体来讲我觉得非常的满意。打从一开始，我的皮肤其实有很明显的就是颗粒感，就是感觉好像有油脂还是什么样的东西一直在脸上，你摸过去的时候其实不会是平滑的。可是你看用完一个礼拜之后，我的脸变成是平面的，我觉得这个整体来讲是。非常非常棒，而且非常满意的一个效果，我觉得超级棒的。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的脸颊的部分，来，我们仔细把镜头往前，就是这么近，可以看到，其实毛孔没有消失，可是有变得比以前还小一点点，是不是超级棒的？我觉得完全可以给 B 3掌声鼓励鼓励。首先 B 3它可以调理你的皮肤上的东西。而且你看到我的皮肤是去晒完太阳，北海岸玩过一 round 之后，还可以保有这样的一个状况。然后水杨酸的部分可以缩小你的毛孔，但不是消失毛孔，没有这么厉害。但是它可以满足到你缩小毛孔的需求。然后维他命 E 的部分修护你的皮肤，是不是还不错吧？但它还有一些配方可以收敛你的皮肤，调理你的痘痘。除了调理痘痘以外，它还有最后一个成分。我是不太需要啦，我相信很多女生应该要，男生我觉得还好，就是它可以让你肌肤紧实，然后提高你的白皙度。但我不喜欢白，我就是想要越来越黑，所以我还是努力去晒太阳。不过这个可以推荐给你们，真的，我真心的非常的喜欢。那以上就是我七天的试用，你觉得有效吗？我觉得非常有效。好啦，太浮夸了。但是我真心的推荐给你。当然 ，B 3专业抗痘精华以外，它还有另外两个，也是这一次非常推荐给大家的面膜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那是所有商品资讯，我全部都会放在下面的文字资讯栏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